喂。喂，请问常老师在吗？我就是，您是哪位？老师您好，我是李友。李友，你有事儿吗？老师，今天下午您有时间吗？我想问您几个问题。对不起，今天下午我要开会。明天呢？上午我有两节课，下午3点要给2年级考试。您什么时候有空？明天4点以后才有空。要是您方便，4点半我到您的办公室去，行吗？4点半，没问题。我在办公室等你。谢谢您。别客气。喂，请问王鹏在吗？我就是。你是李友吧？王鹏，我下个星期要考中文，你帮我准备一下，跟我练习说中文好吗？好啊，但是你得请我喝咖啡。喝咖啡？没问题。那我什么时候跟你见面？你今天晚上有空吗？今天晚上？今天晚上白英爱请我吃饭。是吗？白英爱请你吃饭？对，我回来以后给你打电话。好，我等你的电话。Get my haircut before this party and maybe get some color too. So I'm going to talk to this hairdresser and see if he can make an appointment or Yue Shi Jian. 欢迎光临古阿道庭。谢谢谢谢。你好。哦，你好。今天下午我要剪头发，你有空吗？没有。没有啊？没有空呢。那你要是今天没有空，明天怎么样？明天也没有空，要后天。后天有时间。是吗？后天啊、哦、行。那后天几点呀？后天4点左右吧。4点左右。那我们现在可以定时间吗？可以可以。好好好，你帮我写一下吧。好好，谢谢谢谢。好，后天4点是吧？对。好， OK， 拜拜，再见。再见。喂，你好，古发造型。嘿，你好。我4点要开会，4点半可以吗？哦，4点半可以，没问题。谢谢谢谢。别客气。欢迎光临。啊，你好。你好。你好。那我过2天我还想染头，什么时候有时间呀？明天。
明天？对，明天几点？明天两点左右吧。两点左右？对，两点左右。啊，那我们就今天剪头发，明天染头发。可以，没问题。谢谢。Here's a tip for you. Chinese hairdressers give great massages. I am definitely coming back tomorrow.